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潮人。那我在练小编的时候啊，我有看到竞标场有出现了非常罕见的这个道具啊，就是这个武力精湛徽章啊。这个的话是第一届百万军团争霸赛的奖品，24强的哦。那第二届的话已经快开始，那这个东西啊，目前的价格非常漂亮哦，已经来到了3593斤，由阿六公出的。好，那卖家的话是烟火四人间。哦，有没有看到？那时候我记得好像每个人都可以拿一个吧。哦，所以只要进到24强啊，你就至少有3000多斤的东西可以卖啊。哇，真的很棒哎！你看到这个东西哦，加速值也非常不错啊，体力50，气力25啊，然后全属化加5，然后还有加这个全属性的属防哦，各加2点哦。这个的话加到武力加15哦，所以我觉得3500多斤算是蛮合理的哦。相较于其他哦这种王装哦，这个是网的装饰品嘛，有没有看到普普通通啦、啊？哦，那这个是西洋板子，这个是护腕哦。哦，相较于玄龟玉的话，真的是差蛮多的。看一下好了，玄龟玉卖掉539哦，那这个的话3593斤。成交，好，恭喜恭喜！这个王金指南看一下几趴的，57%，目前出价100斤。好，那这个公斤通书的话，好，63斤差不多。哎呀，小编可能过头啦，我要练到15级就好了，看一下几级的，超过啦。好，不小心讲个话就22级了哈，这个小编真的是练太快了。好，现在的话有这个小编经验加倍，好，练等的话真的是神快，天天都很神。再卖玄龟鱼看一下好了哈，刚刚成交价格是500多斤啊，看一下。就是这个哈、哦，这个是强林的500多斤，差不多。好、哦，要是我的话，如果说我是比较有钱的客长，我也会直接选择这个24强的徽章。好，我来转职一下，转职一下。哇，真的好爽啊！好、哦，一次转那么多只，真的很开心哦。解这个真的超快的、啊，我看一下我解多少了。好，解一只了，解一只了，解。好，我现在的话是一次带20只来练。好，一次转20只来练，这样子的话不用来回那么多次，可以节省这个通勤的时间。好，那我有计算过了，我练一批，10只，哎、欸，20只，这个15等的义勇兵的话，大概只需要3分钟不到吧。所以我一个巡回20只的话，大概就是5分钟。好，包含这个转职跟解雇。等一下我再来，我把整个流程给它做完，然后接下来是解雇。哦，解雇的话也是很快哦。只是说没办法批量选而已，好像没办法划过去就一次选全部哈，必须要一个个点，好，这个比较花时间。解雇，好，看一下成就，哎呀，好像解好了，哎呀，我老婆要视讯了，好，完成了一个，OK， 那我先跟她视讯了，各位朋友，拜拜。